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，去八郎街。时隔大半个月吧，哦，不止大半个月了，20来天了，咱们又回到拉萨的八廓街，然后晚上来吃羊肉咖喱。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，一下子又回到拉萨了。其实那个马加米呢，并没有网上说的这么差。其实那个羊肉咖喱还是挺好吃的，35块钱，羊肉特别多。讲实在的呢，确实有些菜比较难吃，但是有些菜确实还可以。又来吃了，我主要是想真的想吃那个羊肉咖喱饭，便宜又好吃，羊肉特别多。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等啊，等半天了，还有5桌。本来8桌，现在还有5桌，逛了一圈了，才掉3桌。哎呦，这都蛮烫的。好多人在拍照，这边晒不到太阳呢，晒到太阳的更烫。点了一份酸奶糌粑。对，我们酸奶糌粑。对，我以前过来没吃过这玩意儿，尝一下。我觉得是不好吃的。你也尝一下，我也尝一下。你先尝吧。是手拿吧？啊？是手拿吧？你手拿好了呀。我是热的。那肯定是热的呀。有点像什么红豆沙啊？那还是好吃的了。哎呦，那还是好吃的是吧？还可以。酸奶的话是比较浓郁的，红豆沙有点黏啊，太黏了。总体来说呢，7分。7分啊？有这么高的评分啊？那说明还可以喽，尝一下，那我尝一下，那直接勺子不就行了？怎么样？在骗我？其实这个糌粑味道很怪，在骗我，你知道吗？这糌粑就像一股这种面粉。炒过面粉的感觉，我感觉我整个喉咙粘住了，对，粘住了，我被堵住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，我要噎死了。我说有点黏吧，酸奶可以，这边酸奶超酸，酸奶偏酸，不甜。我想用拉萨河的琴音弦弹奏一首飘着雪莲芬芳的卓玛，飘着雪莲芬芳的卓玛。我多想多想给拉萨城的卓玛再摘一朵飘着雪莲芬芳的格桑花，飘着雪莲芬芳的格桑花。为拉萨城创造便捷的阿婷。我们今天出来看电影，然后我的车旁边有辆车把我们堵住了。啊，你自己解释吧。我们拿不了衣服，然后太冷了。对，太冷了，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电影，所以买件衣服，不然真的看完电影出去太冷了。这衣服还挺适合的。挺适合的。我有衣服。你也没有穿衣服。我有衣服。我书包里面一直放着，我书包里面一直放着。我书包里面一直放着有一件外套。对，应该没看，走了。去年的。对啊，我没看过呀，你看过吗？没，
这都是跟那种抗战片是一个年代了，还不看？你什么时候看的？这不刚出来吗？这不是抗战片，不是，这跟地雷弹是那一年的。不是，这电影好几个月了，半年好像得有。但是没看过，没看过就行，啊？对，没看过，我再陪你们看第三遍。啊？你看过了？我陪我朋友看了一遍，我自己看了一遍。然后这是温故而知新。对对对，但是这电影绝对值得看。嗯，对。不，我有个外号叫那个的剧透侠。好呀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？什么？那个误杀，然后要座位要分开坐，然后要戴口罩。都是他自己看的，挺无聊的。来吧，来完了我们的三号厅，跟阿挺一起看误杀，哇，我好开心，好骄傲啊！今年第一次看电影，哎，他叫你，干嘛？怎么了？票，我这里有两张啊。五排六，五六。哎呦，太久没看电影了。我们现在电影看完了，回去了。是这边进去啊？是这里吧？是这里。我忘记了。你是导游？哎，今年第一次看电影，看那个《误杀》还挺好看的。完美的景。晚上的拉萨还是挺漂亮的。